快守好来哦。不然王一翔会揍你哦。不然王一翔会揍你哦。对不对？哎呀，来来来，哎。来了，哎哎哎！王一凯不要去撞人！哎呀，哎，有人压了，有人压了！好球，好球！接，让动一下，不要冷掉，身体不要冷掉。哎，简单做一点小练习。来喽，来喽。好球，传。好球。好。来了来了，慢了慢了慢了。王强不要松懈哦。欧文，你在干嘛？哎，危险！哎，跳起来了！哎哎哎！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
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，这边，这边。拿去拿，差点。危险，危险，危险。我脚不要勾，说过了，推不要勾，出来，好。王家加油，不要放，不要松懈 ，OK。你刚没有对到球，你对到人，他又干。不要全部都在追求，要谢谢柏宏啊。让你压力变小了。干嘛扣？你叫教练帮你扣掉了。没人捡，
王翔认真哦。哎。好，我要回来。传。哎，跟人，先跟人，先跟人。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。手套再控制一下，抬一下低吗？抬太低了。抬太低吗？转角度不对吗？是哪一个？不确定，因为它是打到手套才进去。那自己再研究一下，好吗？你手套有时候位置对好一点，换就是换大一点，这好像有点小。别换那个 intermediate， 是比较重。那你要用那边去抓，那个那边去抓，看那个袋子那边去抓住。喝水吗？喝水吗？喝一口就好。后面认真走，不要再被进了。OK。去对面吧。哎，没人了。哎，找旁边。胖子又过来了。拿到，拿到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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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! Out go! 传传，没有人在门前是怎样？传传。啊！哎哎哎！
球，拿球，冲冲，再快再快！胖子，别传了，别控啊！干嘛控？他也控好了，你干嘛控？这刀是我发嘛？前面发球，前面发球，赶快站好，赶快站好来。回，回快一点。好球，进去里面，太高了，太高了，压一下，回来，动，脚不要这么开，开出去，来给我，go。加速，再加速，慢了，太后面了啦。滚起来，怎么会？
就站比较里面一点。我站很出去耶。那你自己想一下，因为你这边被进球率比打小高啊进球率还高，对不对？高很多，你想一下为什么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看到吗？你自己想一下，我不用想，行吗？你自己觉得好不好？好，不够出来嘛，就准备姿势，没有选手。好吗？看到吗？出来一点。我是觉得你还不够出来，你可能觉得他们是小弟弟啊，就没有出来。跟拿，补一个人，补一个人，好，我去门前，好，我去门前。美丽了吗？快快快，再加速，再加速，跟上去。拿球，拿球，拿球！胖子，门前。不要再往前了。门前。好好做。胖子，你回去吗？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赶快出去，赶快，赶快！拿到，直接进去，进进进！停了一个。
传。拿球，拿球，另外一边。拿到，拿到，不要让出去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哦，好球！好球！加油！他们打得有点乱，你自己就要加油 ，OK？ 特别是射的，射的准的，你就是想办法，好吗？要动，要动，你不要以为它会弹出去。你那时候，回球你是不是觉得它会飞出去？所以你没动。我觉得你要没，就角落的。我有啊。你有动，我可以再多一点点。如果你要控，你怎么滑过去？要水吗？后面有人。他们后卫。他们有专门的后卫，他们打针有专门的后卫，后卫很尽责，所以他们不好攻。加油！加了，你就把他后面只要失分就是你赢，好吧？你后面不失分就是你赢，前面都不，后面这一节不失分就是你赢。另外一边，好球，太歪了吧！我想你就守好你的就好，你不用管有没有得分。起来了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！裁判暂停，没有停。
撞到膝盖的样子。对。我想你站起来好吗？最后一节你四分就真的就输了、哦。哇！一人出啊！门前为什么都不站人？王翔守住哦，少一个人哦。三节后卫，一节后卫。
哎，在干嘛？好，加四分钟，守住。追追追！加油加油加油！欧文加油，看你可以得分。不要急着绕，不要急着绕过去啊，没有角度啊。好球！加油！你的任务就只是守住球 ，OK？ 不要浪费这后面再任何一球，就是右上左上又把它封住。没有那么简单，不是你讲的啊就会做到，好吗？好吗？我一凯都知道哦。王一凯观念比较好。王一凯的观念比较好。好好，你要提醒他，哎，门前站人哦，王一翔推。王一翔，你不能失误哦，失误就输了。出来！完了！
来 ，OK， go go go。想锁好来，拿一点拿球，两米，两米啊！拿，刚刚好。哎呀，没有人补的。六秒，六秒，五秒，四、三、二，没了。站正好球。